이름은 똑바로 읽어도 거꾸로 읽어도 우영우입니다. 기러기 토마토 스위스 인도인 별똥별 우영우. 역삼요. 우영우 每集几乎都会出现的招牌自我介绍，这个词的韩语发音无论是顺着念倒着念都是一样的读音。不过因为这部剧不仅在韩国播出，还同时上架到 Netflix 向全球剧迷公开，作为无用武人设的一大特点，包括英文在内的31种字幕，究竟该如何翻译这些回文呢？从非常律师无用武剧名开始就不是韩文直译，而是将奇怪的 weird strange 改成 extraordinary 有非凡的卓越的意想不到的意思。毕竟这名有自闭症的女孩能够成为律师，本身就是一件难事。而无用武自我介绍中，原本韩文的直译是大雁、番茄、印度人、流星，中文版翻成 기러기 토마토 스위스 인도인 별똥별 우영우。역삼요。而英文版中则翻译成了 기러기 토마토 스위스 인도인 별똥별 우영우。역삼요。不过E3站被保留下来，根据韩媒报道中，引用了 Netflix 工作人员的话，翻译字幕是在电视剧播出之后才进行的，考虑到剧情的整体脉络才决定那样翻译。无用武说的E3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为了保留韩文的原汁原味，最终决定不更改E3站的翻译。